看看新闻网。第三季《中国好声音》即将于7月11日晚黄金档强势回归浙江卫视。6月11日，第三季《中国好声音》网络平台战略合作发布会在上海电视节上举办。主持人华少带着他那标志性的飞快语速闪亮全场。此次《中国好声音》和腾讯视频将重点打造从 Play 到 Play 2.0 的好声音战略，真正实现从网台同步播出的时代转型为网台互动时代。与前两季不同的是，第三季好声音将提供前所未有的多触点互动途径，观众由此彻底变为了节目的一个环节，一起打造出真正的一场全民无缝参与的更好玩的综艺狂欢。通过节目和产品的交互设计，使网友可以在观看节目的同时，通过线上转身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喜好和态度。另外还将引入弹幕技术，实现上千万好友一起吐槽的观战体验，营造出和许多同好一起观看的影院式氛围。除此之外，好声音概念将在游戏领域被首次开发。